果他还没有听，如果有眼睛没有风景，如果命运的排序没安排我们的相遇，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。真心总来了无期，繁星也含蓄，爱是凡人不懂的天机，长在皮肤的名利，心动轨迹都转心意，因为你这几晚一算计，这爱情是注定，一长一短一平一那都是你，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是梦境，这一悲一喜一醉一起生生不息，美得无与伦比。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里是囚禁之地，这是离魔族大门最近的地方，任何人到了这个地方要不了多久都会丧失心智的。你说的魔界大门就是幽冥之门。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第二个魔界大门吗？我山灵界位处神魔两界的交汇处，这复灵渊底也是离魔界大门最近的地方。这世上除了幽都山之外，这里便是魔气最重的地方。你若再晚来些时候，恐怕我也会被这魔气侵染，丧失心智。到那个时候，我恐怕连你都不会认识了。说，是谁伤了你？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从上面被人推下来，必定是被他人篡权夺位了吧。难道我错了？阿月，难道是异族进攻？你说我山灵族是否已经国破家亡了？是仲浩的人。仲浩？他是烈仪的儿子，已然从魔，他遵了魔君之命，妄图用我的血打开复灵渊的封印，进入此地召唤魔族大军入境。我不愿从魔，便跳了进来。迂腐，你连自己的命、自己的灵魂都没有了，别人你顾得上吗？我不是你，你虽然恶事作尽，杀了墨花和我的孩子，但你始终是我的父亲，我的亲人。我可以反对你，推翻你，甚至囚禁你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杀你。我的手
的血。家人家义，这世界上所有的仁爱，对你这种人来说都是假仁假义。可是如果一个人像你这般没有底线，自私虚伪，即使神志清明，又与魔何异？曾看到有人出去，刚才看到一名小仙娥，此人鬼鬼祟祟，擅闯我袁家祠堂，偷盗存心钉。你们速将此事禀报天雷真君。是。有魔族中人侵入天宫。是，袁统将军带领手下的天将前去追赶。南天门的守将说，逃脱的可能是天宫的仙娥。神尊，神尊，青瑶衣冠已在大殿跪了半晌，现已离开，去了自无涯。衣冠是个聪明的人，会自己想通的。那云峰上神，此事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。天君谕旨一出，他要为青瑶担这份罪名，他就要承担到底。这千年雷击石峰之苦，他是躲不掉的。还有一日，就是阿莫19岁的生辰。那日你说，他在生辰之前会死。可是本尊感应得到，直到此刻，他的元神在神农鼎内丝毫没有变化，这就证明他还活着。是，定是锦绣用了什么法子。如果他平安地度过生辰，那渡劫便是失败了。神尊，一切只能顺其自然。那林墨就永远是林墨，灵犀却不能回来。就算他平平安安的不被魔族众人找到，再过几十年他阳寿尽了，魔气也回到魔君身上，就是生灵涂炭，天下大乱的时候。可你的火境又能坚持多久呢？你若再不拿神农鼎换回你的女娲石心，恐怕你也回命不久矣。天尊他老人家也定然不会坐视不理的。最后期限为何时？凡间此刻正是黎明破晓之时，再过一日，旭日出生，万物更新之际，便是最后的期限。神尊，天尊说了，不允许你再插手此事。神尊。
早饭来了。修大哥，今天我特意下厨给你做了一碗面，你要多吃点啊，给我个面子。好吃吗？怎么了？修大哥，这碗面是你做的？啊？咸。啊。你尝尝。咸了，是咸了，我再去给你做一碗。修大哥，那个人跟我说，他说我本该死的，是你把你的命珠给了我，那是你的命，你把你的命给了我。阿莫，你在带我伤，带我痛，你现在已经尝不出味道了，未来你还会闻不到、看不见、听不到、说不出。不会的，我是神族，我一定可以有办法的。可是你已经尝不到味道了。没关系啊，尝不到也没什么。哎，我都活了10万年了，天上飞的、海里游的、地上跑的，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呀？口腹之欲对我而言，早就微不足道了。阿莫，我小的时候遭遇变故，父母、亲人都被奸人所害，只剩下了我一个。我此生唯一的目标只有报仇，我只为此执着。直到遇见你，才有了希望。我只想让你活着，在我看得到的地方快乐地活着，明白吗？小大哥，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好的。值不值得我说了算。阿莫，对于九重天那个战神来说，你只是一场梦，一场暂时失去灵犀的噩梦。但你对于我来说，自始至终我看到的只有你一个人，一个美好的阿莫。今天是你的生辰，应该高兴。我既然把命珠给了你，它就属于你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犹如一体，共享此命。除非你自己愿意，不然没有人可以夺得走。阿莫，答应我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不要为了任何人去放弃自己，好吗？哎，请，请。
国师，拿回来了。今日是血月之夜，又是阿莫的生辰，在这么好的日子送元度上路，哼，便宜他了。给黑痴送过去吧。是。这一路过来没看见多少众号的人啊。他以凌月国主之名占据了天息宫，一些重要的位置上他都换成了自己的人，不过这些人大多数被我们除掉了，其余的跟他去了傅凌渊。他胆子倒是挺大的，丝毫不担心我们会回来找他。他不是胆子大，他是不在乎，只要他成功打开了傅凌渊，放魔族大军入境，到时候不管是我们还是天族都拿他无可奈何。但是他没有料到黑痴是我们的人。一切都在国师的计划当中，国师算无一策，区区一个众号怎会是国师的对手？哎，不可以大意。就等过了今夜，让人迫不及待。定是锦修用了什么法子，如果他平安地渡过生辰，那渡劫便是失败了，那林墨就永远是林墨，林夕却不能回来。就算他平平安安地不被魔族众人找到，再过几十年他阳寿尽了，魔气也回到魔君身上，
就是圣灵涂炭，天下大乱的时候。阴魔之灵，赦万恶罪。阴魔之灵，赦万恶罪。阴魔之灵，赦万恶罪。还没有死，你还活着，本君怎么舍得先离开？没死正好，今夜是血月正圆，上古之时，本座就在今夜要召唤幽冥之门，打开魔族通道，召唤我魔族大军入境。而你在这儿给本座做个见证。就凭你妄想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凌月国主，天族为善，鸡嘴如山，祖色贤良，定孽难逃。尔等当舍了神斗，迎魔降世。休想！迎魔降世，哼，烈羽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？真是不知死活。
我才是山灵族的国君，只要我在这里，绝不会让他进入我们一步。真是感人呐，景修。景修，今天在福灵院底，我要让你为我的族人陪葬，你贼！郭氏，他死了。哼！逆贼已死，该了断家仇了。你给本君站住！君，景修，你是谁呀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元度啊，元度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枉我在心里边念叨了你那么多年。想起来了，元度啊，元度，你当初欺我，骗我，可还记得？还记得吗？原来是你。当然是我。来吧，有本事你就来拿吧。我们的大仇报了。他对国师意境颇深，又亲眼看到袁度被杀，国师
不能留了。他是国主，国主也是会死的，况且宝清公主还活着，国主之位不会后继无人的。战神，深夜来到我山灵界，所为何事？本尊来自有本尊的理由。这些人是你杀的？众号私通魔族，残害我族百姓，掳劫国主，打开缚灵渊，妄图开启幽冥之门，放群魔入境。国师为保我族，将他们消灭，这些人为何不可杀？锦修还是你们的国师。战神，这是我们山灵族的事，战神就不必操心了。你告诉锦修，每个人心中都有心魔，善恶往往只是一念之间，莫要误入歧途。小白，小白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怎么过来了？这么远，你怎么找到的？怎么感觉你还胖了呢？好，哟，二位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好。这里怎么会有人手的味道？灵犀，我不是灵犀，你认错。你为什么没有死？是他救了你是吗？你给他下的什么蛊，让他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救你？啊！要是被天宫的人知道你还活着，他会万劫不复的。
所以你必须得死，我要杀了你。战神，郭主怎么样了？你是这儿的宫女？是。其他人呢？仲浩来了之后把石婆婆和其他人都关起来了，只留下我照料郭主。你好好照顾你们郭主，本尊还有要事要办。今晚山林族出这么大的事，天宫不会不知道，很快就会派人赶来。是。郭主你怎么了？国主，山灵族有妖魔作祟，果然不差。开阳韩章，你们去天息宫；紫光方生，你们随本座去幽都山。是是。老大，仲浩的人都让我们杀了。国师，是。国师，怎么了？国师。护得住吗？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够了！我最讨厌你装腔作势的样子。灵溪，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装柔弱给谁看呢？我不是灵溪，我不是灵溪。那你是谁呢？若是没有你，神尊依然是神尊，依然高高在上，纤尘不染，我袁家也依旧荣耀，我也不至于落到今日的地步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不要伤害他，留着跟你爹说去吧。是你伤害他，他是我的人。灵溪，你还没有死。不是灵溪，我不是。真君，莫要听信他的胡言，他怀恨天宫，妄图复苏魔君。末将竭尽全力，他却依然毫发无伤。快
快到本君这里来。魔君就要出事，你们前去阻拦。是。魔君臣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小臣，灵犀为什么没有死？你自己向天君禀告。本座只想问你，你为了救他的性命而弃天下丧政于不顾吗？神尊，再过一日万物更新之际便是最后的期限。你想杀我？我是来救你的。我死了，灵犀就会回来了，对吧？你就是灵犀啊。小丫头，快到本君这里来，他们都要你死，快到本君这里来。是什么护你至今？锦绣给了你什么？交出来给我。Thank you.